我是看我一个好朋友吼，将近要七十了。安尼看因两阿婆呢，哦，非常的恩爱，有感而发啦。啊，作是讲要写一条歌啦，或者家老武力真好啊。一讲我就喊我某吼，伫咧想是讲，阿某诶，结束啊。因为阮某我嘛是拢爱叫结束啊，因为阮某吼，我讲啊，你那也要叫孙啊下呢，要叫喜孝顺下呢。因为上感性上爱考啊。无啦，啊，阮某，阮某伊就讲吼，孙啊，北来物件足济，伊是一个足有才华的一个人。我拄好带我的某囝去台南佚佗，我家己就拄好拖一条棉被困咧涂骹，我倒伫遐想，结果半暝一直想。想到阮母啊，阮母啊吼，为中华报道嫁去家人，被阮家甲阮爸生五个后生，啊无个一个查埔头甲生奶，啊迄个阿母啊吼，真正是装卡来正港的家后，永远哦拢伫咧灶骹看讲毋来食饱未，啊爱去收遐碗盘无。啊，阮爸吼做议员，啊，临边出去吼，等他收拾间个桌也无找无，爱爱去找。啊，今仔要穿多一双，伊也去找。啊，因为阮老爸吼是一个吼个性足直的人。啊，古早人吼拢无讲迄个我爱你，一世人毋捌甲阮母啊讲过一句我爱你。啊，阮母啊吼啊点点伫遐做迄、那个，安尼，灶卡迄个查某人，所以。我就想讲，我替用阮爸教母的迄个角度来写一个。啊，阮老母65岁就等于做仙啊。我毋捌看一个查甫人，一世人一个敢无敌铁金刚的人吃得好。因为这个时阵，要讲一句我爱你，要讲一句歹势实的，这个家袂当欠你一个。要讲迄句拢讲袂出來，所以我把迄所有情景，甲写作歌词。我讲，父母是天地啊，翁某是一家啊。翁爱出去上班，某咧厝等，等等洗洗，伊回来时阵天已经暗嘛，伊第二天佫透早佫拼出去。所以，是真是假，阮老母嫁去一家。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牵大汉，到尾啊，所有人拢搁伫个，连阮阿嬷嘛伫个，阮母也来甲阮讲再见。伊用伊一生奉献给阮家。我六国有一对好朋友的翁阿婆，我这个朋友38岁时阵，伊就治着舌癌。要来往生，阿嫂，你有啥物遗憾无？阿嫂拢无考虑，随甲我讲，即世人我上遗憾的代志，就是阮翁毋捌甲我讲一句“老婆，我爱你”。我嘛同款，甲伊结婚将近要20年，我嘛毋捌甲讲“老公，我爱你”，这是我一生上大的遗憾。有当时啊，回来，甲咱的查某人，因为查某人陪伴咱几落十年，陪伴你困，陪伴你生囝，陪伴你吃你一生的艰苦。所以讲呢，有当时啊，回来甲咱的某讲一声“老婆，我爱你”。父母是天地，翁某是一家。日夜走找，断断续续，婚姻若风吹，感情若有野花，无句无话，是真是假？嘴边饮的茶，脚底穿的鞋，理想袂钱，你我两个。你提醒
望见的你去找，拼生拼死为咱一家。人生是短短，日子嘛剩无多，真正足歹势。我的老母嘛是正港台湾的女人，台湾女人，嫁阮老爸了后，伊就爱饲小只，爱搁饲小狗，因为阮老母在生，阮阿妈嘛在生，实在是安尼啊。阮老爸负责塞牛车，但是阮老母爱负责割草，回来给牛吃。当我大汉的时阵，爱读册时阵，我的老母嘛是，逐工爱去割草，因为咱较早割草拢爱有两个篮，一个篮是地草，也一个篮是地我，安尼派。所以讲，天下间上伟大，拢总是女人，女人，咱的某。会使讲是非常的伟大，所以有当时啊，阿克来要甲咱现场所有查甫人，回去了后，以后，哪会当甲咱某讲一句啊轻声细细话，我要甲恁讲，无去予别人骗去。